很荣幸啊，八年了，不容易哦。哎，真的不简单，真的每次到这里做新北欢的耶诞节，都像回娘家一样。真的是，因为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节日呢，确实就是圣诞节、耶诞节，所以很谢谢新北市的邀请，然后每一年都办得有声有色。跟冰雪小精灵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今年的主题是白的嘛，你看 TBS 的工作人员今年都是穿白的，非常的白帅帅，白帅帅。应该就是搭配一些很棒的台湾品牌，然后怎么样把那个耶诞气氛穿在身上。不过阿关姐问得很专业了，每一年这个题目都很难。难啊！但老实讲，多半台下的民众都是来看歌手的。不要这么老实啊！所以我们穿什么其实都没关系啦。没有你，那超哥想请问一下，就最近。好飞好像好来哦来哦来哦，听到那个讯息了，等了一早上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雄青啊，我跟他们家族的故事都是22年前的往事了，怎么又写到我这里来了哈？那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在舞台上嘛，大家都很清楚。那我只是说，俗话讲啊，我们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，然后解铃还需系铃人嘛，啊，希望他们都有非常圆满的。讨论跟比较好的结果，祝福他们。那我只有在公开场合，其实新闻台这两天也都用了，就是在 L 杂志的活动，就那一次，所以真的是故事完全没有交叉。那焦哥家里是睡什么床垫？这是个好问题啊，我还真不知道呢，那是太太选的，太太选的啊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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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那一次啊，就是那一次公开，就是过去22年来跟他们家族的互动都是在公开场，大家都看到的那些上节目啊、晚会啊、颁奖典礼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小飞一攻击小飞，会不会觉得你不是要挡吗？认真挡好不好？挡不住，挡不住。围挡，你知道？围挡，你挡要挡大声一点。你不是也要挡吗？一前一后。我要来了，我会想要带女儿来逛新北。认真挡，认真挡。是副市长在看。想要带女儿来。副市长出来挡，出来挡。他们两个不理你了。你说。我想要带女儿来逛逛新北耶诞城吗？要不要带女儿来看？希望啊，希望。白色耶诞城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其实很希望有机会带他多出来走走，这个也是我保姆的提醒，因为前几个月疫情比较严峻，反而没有让他看世界，都是从我家阳台看林森公园，对，